觉得这是你的底气。所以想我的台可以，可以想我的台。他们都说他有些古前女性把美带到中国，现在我要把中国的美带到外国。他被誉为时尚教母，用颜色改变中国女性的形象。生出来的容貌都可以改变的话，那我什么都可以改变。本期走南闯北广西人为您讲述美丽使者靳雨希的传奇经历。他想我们看他。2012年12月20日。环球小姐总决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。那个。亚历许·纪丹获得最。